向天涯，有一种屈辱刻骨铭心，有一个灵魂萦绕花香。我看到生命之光照人寰，我祈祷人文之旅有中华。我看到我不同意。妈，我不同意。在此之前，我就不赞同您打文物的主意。但我是您儿子，我是少掌门，我就必须要听您的安排，对吧？结果呢，我和弘毅差点成了仇人。在徐州，如果不是弘毅放咱们一马，咱们丹青会整个丹青会就完了。那天要是真打起来，两败俱伤，文物尽毁，他能不放咱们走吗？好，好，妈，那之后呢？为了保我，弘毅、郑秋、若思，冒着被牵连的风险把我放了。就冲这一点，您就不应该再打文物的主意。妈，弘毅挺不容易的了，为了这批文物，他差点把命都搭上了，现在在日本人手里生死未卜，我们这个时候对文物下手，咱们对得起他吗？对得起那些在南迁路上死去的兄弟们吗？我看你最对不起的还是你的心上人吧。妈，您说良心话，郑秋怎么样？郑秋对我怎么样？你也甭对他感恩戴德的，他那么帮你，不也是因为他有事情想让你帮忙吗？您是说共产党找咱们合作的事吧？你知道就好。妈，我和郑秋认识五年了，找咱们合作是这两个月的事儿，您不能混为一谈呐。妈，之前他不答应我，不接受我，是因为我们政治立场不同，没有结果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没有这个问题了，他已经答应和我在一起了。李文啊，你要是能拿出追任郑秋的那本事来帮我们丹青会，我就不用这么操心了。妈，我为丹青会做的少吗？我为丹青会牺牲的少吗？我穿上身上这黑皮还不就是为了丹青会？我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完全可以找一个我自己喜欢的职业，我可以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我完全可以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你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就问你一句，我就是想要得到这批文物，你怎么做？妈，您这是逼我。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。妈，您儿子今天把话说到这份上，如果您还这样，我就只能忠孝不能两全了。好啊，我倒想看看你怎么个忠孝不能两全法。我就是您儿子，我脱离丹青会。好，你早就想给我脱离丹青会了，是不是？你不仅可以给我脱离丹青会，你甚至可以脱离母子关系。滚，给我滚，赶出去！
掌门，掌门，掌门，妈，要不要紧啊？掌门，妈，您这为什么会有血啊？玉文哥，妈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。妈，夫人，这一定是你别说，怎么会有血呢？我妈生病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啊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看医生了吗？医生怎么说的？这已经是夫人第四次咳血了。我陪夫人秘密的看过好几个有名的大夫，可是几个大夫都说，夫人患的是不治之症。还有多久？最多半年。妈！你别进去！你别进去，李文哥！李文哥！妈！李文哥！妈！别进去！你现在已经不是我儿子了。你去告诉任正秋，你从今往后跟我们丹青会没有任何关系。这样。你就好做人了，妈。女儿哥，妈，让夫人休息吧。女儿哥，女儿哥，听我说，女儿哥，女儿哥，你起来吧。女儿哥，现在。只有一个人能劝得动夫人。红叶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你可千万别出事啊！秦剑，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不是有红叶的消息了？是不是红衣出什么事了？别激动，不是红衣的事。那怎么了？我妈出事了。掌门，若思小姐来看您了。师父，我来看您了。若思，哎，你别动，别动，你扶我起来。师父。您这是怎么了？师父快不行了。您别这么说。生病呢我们去找医生治，一定会治好的。等您病好了你还得教我手艺呢。我自己的病自己知道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见到你就这么惜财如命。逼着你做我的徒弟，又逼着你做掌门，我知道，这些都违背了你的心愿。你别怪我。我怎么会怪你呢？您把我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，是我的救命恩人。我知道，您是真心喜欢我，爱护我。您看，您送我的衣服，我今天穿上了，好看吗？
我这辈子有两大憾事，一件是22年前丢失了自己的女儿，另外一件就是15年前丢失了中秋帖。这两件事情就像两把刀，无时无刻不插在我的心上。可是现在我身体这个样子，我恐怕没有那么多时间找自己的女儿了。如果我再找不到中秋帖，那我真的是死不瞑目了。师父，您要是不嫌我愚钝，您就把我当女儿吧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母亲在上，请受女儿一拜。快，快起来！恭喜掌门喜得安妮，恭喜若思。干妈，哎，妈，恭喜啊！谁让你进来的？妈，您给点面儿。干妈，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就原谅立文哥吧。对呀，你过来吧。妈，我告诉你啊，妈，你要对待若思像对待自己亲妹妹那样，你要爱护她。您放心吧，谁欺负我妹妹，我弄死谁。谢谢哥。小月，你让于总管赶紧到议事厅，我有话要说。是。于叔，哎，于叔，丽儿。师兄，我的身体状况想必你都已经知道了。这些年多亏你在丹青会上上下下打理，不然就没有丹青会的今天。哎呦，师妹啊，你可千万别见外啊。辅佐掌门料理会中事务，既是师父临终的遗愿，也是我于红心甘情愿呢。你的心意我知道，现在该是我表达遗愿的时候了。哎呦，师妹啊，你千万不能这么说呀。是啊，妈，别这么说。干妈，你的病一定会治好的。啊，刚才我认了若思做我的干女儿，也算是了了我这么多年找女儿的心愿。哼，好事儿，好事儿啊啊！恭喜师妹了。师兄啊，你是我这一辈子最信任的人，我希望你能像当年辅佐我一样辅佐若思，把你那些江湖经验都交给他，让我们丹青会发扬光大。师妹放心，我定会全力辅佐新掌门，不会辜负师妹的重托。谢谢于总管。哎呦，新掌门客气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师父，现在还没有红衣的消息吗？那天你下了掌门令，浦口、南京两个堂口的兄弟都出去寻找他的下落，我想应该快有消息了吧。
佑思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我去师父那儿了。有任队长消息了。若思，我们的人一直在打听任队长的消息，相信我，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。我真的很担心他。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不怕，不怕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干嘛呢？长官，我是来见我们周掌门的。是周若思小姐吗？罗掌门派我来见周掌门，有要事商量。要事？什么事？商量着搭救任弘毅队长。队长？啊？这样，你等我一下。程翰，这是丹青会的阿强，我见过他。周掌门，咱们的兄弟已经联系到抓走任队长的日本人了。弘毅怎么样？这个暂时还不知道，不过日本人提出要用中秋贴和任队长进行交换，所以罗掌门请周掌门带上中秋贴马上去浦口旅馆见他，商议如何搭救任队长。为什么不在丹青会，要去浦口旅馆？属下奉命来见周掌门，至于罗掌门为什么要去浦口旅馆，属下就不清楚了。小月为什么没来？啊，他在服侍罗掌门，所以就派我过来了。阿强，你等我一下。好。若思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弘毅救出来，拿去吧。嗯，谢谢马院长。若思，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。要不我派人跟你一起去吧。不用了，丹青会的人不愿意跟外人打交道，还是我一个人去吧。也好，那有弘毅的消息立刻派人通知我，我随时去救他。若思，千万注意安全啊。我会的，谢谢。那我走了。好。师傅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出去买菜。师傅辛苦了。哎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105房间的客人觉得房间太吵，他想要换个房间。哦，行，可以。
我看看你这大盘。左掌门，就在那个房间。家出来，我妈在家。啊，这坏了，日本人就在浦口旅馆。啊，如斯被骗了，马上派人去营救。我又何尝不想回家呀？但是，回家的机会非常渺茫。
没事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结束了，没事了。可惜啊，让本田跑了。打扫战场，清点伤亡人数。是。是。刚才跟本田对战的时候，怎么没看到小岛呢？福可火车站，你能看到吧？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文物专列被炸掉。一、三，快看！下次买肉还来找我啊，帮你买一眼啊。哎，好好好，王长，我先转转。哎。青菜，新鲜的青菜，来看看青菜。老板，哎，师傅师傅，您是要买白菜吗？白菜啊，新鲜的。你是卖菜的？是，我是卖菜的，我也有一批白菜，但是我呢得赶回老家去办点事儿，所以就没时间卖。这样，我以市场价一半卖给您，您看行吗？这不太合适吧？不是，有什么不合适的啊？我确实没时间卖了，师傅，你就当行行好，帮我凑点路费呗。哎，那你不是亏大了？那怎么亏大了？总比烂在手里强吧。师傅，我看您买这么多菜，我知道您肯定是给公家办事的。再来啊！您想想，您回去按照市场价一报，剩下那钱不就，嗯，多好啊！再说了，我的菜肯定比他的好。您看看，要这个大的。那我得看看你的菜怎么样。行行行，师傅，我给您切这块儿。咱也不能太过分。好嘞。来，师傅，您看，没骗您吧？您看这些白菜行吗？我看看啊。行的话，我一会儿给您送过去。嗯。站住！那个，长官，我是那个食堂的老白，出去买菜去了。证件啊！嘿，不错，今天咱们有肉吃了。对，今天晚上给你们炖肉吃。白师傅，辛苦了，请进。没有没有，你们辛苦了啊！打开。队长，我怎么感觉他跟之前那个送菜的人有点不太一样啊？是吗？你这是疑心生暗鬼，证件我都看了，没错。老白来了，你们俩去帮着把菜搬进来。好嘞。好。记住，十五号车厢里面放的全是字画，只要点燃它，就没有人再能救文物专列了，明白吗？嘿，
你们俩请进。是。怎么回事？日本人假扮厨师混进来，把油倒在车厢上，想火烧专利。真是丧心病狂了！多亏红衣赶来的及时，一箱大飞打火机保住了专利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！这是我们帝国军人用生命换来的磁铁，明天一早搭乘最早一班的飞机，把中秋贴送到关东军司令部，面呈本庄反将军，明白吗？嗨，哥疼吧？啊，不疼不疼，我妹的医术绝对天下第一。哥，你身上那么多伤，怎么可能不疼呢？真没事儿，刚才就是累晕的。田花，有点事情我想问你。文义，哎，马叔叔、吴叔叔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田花，有几个兄弟在浦口受伤了，你去看看他们吧。哦，好。红叶，你又一次的保护了文物专利，我们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了。吴叔叔，保护文物专利是我的职责。那么多兄弟为文物专利牺牲了生命。我这不算什么。哎，你下面有事就交给叶副队长去干吧，你抓紧时间养好伤啊。没事，我是个军人，这点伤算什么呀，就当被狗咬了呗。红衣，你晕倒这事儿会不会和杀害报务员的内奸有关？大总管，把这些钱拿着，赶紧离开浦口，出去躲一躲。总管，我不走，我得留下来帮你啊。你暂时离开就是在帮我，等我当上掌门你再回来，我一定重用你。多谢于总管。记住，马上离开。是。很明显，你们丹青会一定有人要置若思于死地，而且已经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了。我听若思说找他的人叫阿强，这件事情很严重，我必须马上回趟丹青会。好，我走了。嗯，还疼吗？我一定想办法夺回来。玉佩没关系，只要你好，好好的就行。田花，有点事情我想问你。哥，你遭的那些罪都是因我而起，我对不起你。丁阳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及时找到旅馆，让我跟若思脱离危险。是啊，洋洋，谢谢你。不用这么客气，任队长，咱们大爱国之心都是一样的，在保护文物这件事情上咱们不应该分什么彼此。说得对。眼下呢，咱们这个斗争形势不容乐观，先是报务员被杀，再到你突然昏睡不醒，咱们身边这个内奸不除，危险
随时都有可能出现。现在查这个内奸还一点头绪都没有，不过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，中秋贴对本田已经没有牵制作用了，所以我们现在会面临更大的危险。我们的文物必须尽快找到妥善的安置之处。红叶，田花跟你的昏睡症状非常相似，你说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联想？该加人手加人手，该换岗就换岗，让兄弟们还是保证体力，把岗位守好。好，哥，吃饭了。我还真饿了。队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哎呀，看着就行。哥，你吃啊。我记得上次我在晕倒之前喝的好像就是你给我拿来的汤。田花，哥问你，你也晕倒过，你那次晕倒之前你见过什么人？你最后吃的是什么东西？我不记得了，谁会害我呀？我怀疑在饭里下药的是同一个人，也是杀害报务员的凶手。不是。你怎么那么肯定？田花，你不会知道什么吧？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说话。我对不起你，又是我给你下的，报务员真的不是我杀的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，我想把你弄晕之后带你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安全的地方，因为现在的情况我真的很害怕。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太幼稚了，你差点坏了大事。我错了，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被赵光熙抓走，还受了那么多折磨，我真的后悔死了。田花，我很高兴你愿意把实话告诉我，我不怪你，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。那你还认我这个妹妹吗？我当然还认你这个妹妹。那你以后还会吃我给你做的饭吗？当然，肯定还会吃的。田慧做饭我最喜欢吃了。在北平时，本田就三番两次的接近田慧，田慧却说不认识本田。我以为本田此举的目的在我，看来我之前想的太简单了。田慧此次下药真像他所说的那样，只是想和我远走高飞吗？他还对我隐瞒了什么？他和本田究竟是什么关系？你认真看一下，是以前的田慧，认不认识这个人？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就是他。他的记忆会不会已经恢复了？如果是这样，这很可能是南迁路上危险的变数。在这等着吧。是。少帅，
欢迎你。委员长正在办公室等您，请。蔡副官有劳了。阿强胆子太大了，竟敢把若斯弄进日本人的陷阱里。你去把他给我抓回来。掌门，少掌门。哎，玉硕，阿强的事儿我听说了，这个败类真是死有余辜。我刚刚带着弟兄们去找他，晚了一步。跑了？无尽的天际，我请你。